喂，哎呀，我死到一半，你打电话给我做么？他到了。啊？现在？爸。伯父，林正。反正子红他爸也不会常住，你帮我找间屋子，当作是我妈的家。你找个人领我妈。阿姨，您今天会给梅菜扣肉吗？啊！你跟我舅舅。哎，舅舅，侬从事什么行业？律师。太神到了！阿龙，我给你红包，给你面子。打女人！你跟朝阳为什么合起伙来骗我？混蛋！快报警！